很想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视觉光电。来，先窟窿，先弄两个花色装置吧。放好，然后再朝上上面 OK， 来看一下，先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。 OK， 可以。来，旁边放一点水会更烧起。那等我放岩浆会不会更好？在下方留看，哎，不见了。哦，等会，搞错了，再来。这个方块搞错了，这个装置搞错了。呵呵，来，呵呵，连接过来。把这些给挖掉，刚刚不小心喷下来的。这里也是一样，连接电容线。好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。哎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技术，很厉害了，很骚气是不是？等我下来的时候，就是最强。如果还有什么，不会贴在下方留。最近不要给前面小朋友洗白。